各位新年快乐！因为我们这一次只有买到这两个福袋，一个是莱尔富的，一个是 OK 的，那我们就来开箱一下好了。我们来开大包的，大包的先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第一包可乐果。还有颇的多的洋芋片，盐之花风味，还有捏碎面，张君雅小妹妹的，哦，霹雳布袋戏的红包袋，哦，这后面还有这个游戏币就对了。果粒王，不是果粒多啦。哎，哇，茶寻味，这个不晓得是不是新口味啦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虾拼年货节的。哎呦，新春购物金150元哦。哎呦，折扣码不可以给你看哦。哦，跳跳糖是不是？跳跳糖的，哎呦，有一张刮刮卡呢，不晓得会中什么东西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中了一个生活泡沫绿茶300ml的两件，省5元。这个抽奖。好啦 ，Anyway， 我们来开这个168莱尔富的，看是什么东西好了。它后面呢有这个汽车哦，然后有这个 LV 的包包、手表，10000块的现金，然后它还可以抽这个序号。好啦，直接开啦，第三名还有10万块奖金哦。好的，我们。打开呢会有这么多东西要刮，我们就先从这个第一个开始刮好了。哦，天然果罐子冰糖地瓜雪耳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饮料罐。单件，等一下，单件多少？单件5折，所以还要买。好，我们换下一个序号抽奖的是什么？哦，扫描 QR code 就有机会获得现金10万块。好，那再刮下一个，我是条码，我怎么觉得福袋的那个奖品还比较好一点？对啊，这是什么？我知道，刮上面那个字就好了，上面那一排字。好。杰夫斯纸巾30抽，名字北海道哈密瓜雪糕一个，乐天小熊饼，浓黑巧克力风味，是什么东东啊？应该是饼干吧。小木好好。红苹果圆原味调味奶4度 C， 好哦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刮刮卡168，然后它的奖品没有旁边这个好啊？我觉得这个饼干还比较实际一点呢。好，各位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那如果你有买福袋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抽到了什么东西哦。好，先这样子，拜拜。